食天地，你我他，再见我们阿龙塞来到现场。谢谢。我感觉伊一拜接一拜吼，较开心、较 happy， 然后较活泼。对啊。你有感觉你愈来愈爱来了。啊，你拢不请我来。愈来愈灿烂，你知无？谢谢。因为吼，伊自从第一届来了后吼，我是看人家讲吼，阿龙塞，迄人客安尼吼，足爱你的呢，感觉你来做的料理吼。因大家等你做了，拢讲好吃的呢。啊吼，你吼爱较接来哦，伊讲要，哇，伊爽甲下呢。人就是安尼，拢爱听好听的，啊，未堪要人家学讨啦。所以恁若是讲等伊大家恁讲吼，经验交流到咱的这个手罗菜，恁等于爱较接甲学讨嘞。好，安尼知影无吼？好来，咱聊聊先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今仔日吼，我刚看到这道吼，你刚看到顶的材料吼，我来感觉吼，卖讲咱观众朋友学讨你啊，我来做学讨你啊，什么名？巴士地瓜是啦，台语名念白痴啊，你啊，白痴韩字啦，就是牛屎韩字，对，牛屎啊，牛屎韩字叫白痴韩字。咱这届今仔要上的课吼，要上的这个酱菜吼，比牙齿啊个提升几落倍。好，安尼呀，牙齿啊伊爱个吹电风，安尼呀，伊无会念做伙，牙齿啊个不落会。咱拢唔免，不过有吹冷气，甲关关节无关。咱速度足紧，对啊，五星级。安尼五星级有吹冷气呢，阿姨啊，现在吹电风啊。妈咪，妈咪啊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唔是啦，遐寒气嘛，免吹冷气嘛，免吹电风啦。对。啊，到底要安怎处理啦？来，我先介绍材料。好。咱首先吼，水。水。中筋面粉。中筋面粉。太白粉。太白粉。哦，啊，糖。白糖吗？对，白油糖，白油刷，嘿，过来就是爱芝麻，啊，白盐，白盐，糖一定爱白油刷，啊，白油刷，米刷，未使米刷，啊嘛未使冰糖，嘛未使冰糖，对，过来，咱爱有准备一粒卵，一粒卵，好，咱即马要甲调粉吼，来水，哦，咱加小块啊，量鸡肉啊，哈，因为咱的量加，咱就加小块，是，来，米粉，哦，米粉沙。米粉三，就迄个太白粉两，好3:2，太白粉两，比如讲拿三克，吼啊，迄个太白粉就两克，安尼啦，吼。啊，那个调调啊，吼。OK， 调米粉三，太白粉两，吼，比如讲你克三克的米粉，啊两克的太白粉，啊水就是吼，你甲看伊等你调出来，迄个。哦，咱调开始安尼。安尼，吼，安尼看起安尼，爱袂使有迄个哦，袂使有安尼水落落，安尼会。啊，咱过来还是加迄个。番薯下迄咯吼，嘿，刚才我要，刚才是咱庄脚咧食的迄。因为牙齿啊，伊就是无经过这个重点，无经过这个粉，啊，所以讲伊做起来巴适吼。你若无加吹电风机我开，伊结结你一圆，啊，你就拔袂开。咱今仔有这个粉，甲咱保护掉咧，脆度加这个筋骨度，加咱看这个食用度吼，加分。来，咱温度吼，来你要煎的温度吼，咱来好伊到800度。800度吓，来，你手甲煮看卖啊。800度，咱每年是安尼年，安尼年都唔对，咱用低度啊，嘿，全部拢冒小泡，安尼800度啊，只要温度差不多伫800度左右。有啊吼，嗯，有啊，有啊吼，正确，安尼有超过没错啊。老师，我搞到啊，我几个号拍水光，你再要顺过啊啦。好，来800度，咱就对啊。安尼顺过啊，会使落啊吼，来。因为汉字是根茎类吼，你放心，你甲煮，伊讲啊，你安尼煮，敢会结？我听根茎类，你只煮起了后，你袂使水做，你要让伊等差不多3分钟。你等下咱咧做，你讲老师，这敢若煮会熟个？我听根茎类诶食材就是讲免熟，免熟哦，免熟。你拄啊煮好，把口定落啊，为啥物呢？伊自然放5分钟，伊自然就熟你甲内底啊。真个假个啊？真个。根茎类诶，伊用是安尼。啊，我啊像蚵仔海嘛是着意思。对。差不多了啦，黄金嘛吼，有爱滤过吼。哦，好来。哦，粉真正刚中带咯。嘿，咱即马吼，咱即马，安内厝咱就要下，咱水。水先倒落遐。嘿，我这两吼，我们三大匙。三大汤匙爱水。啊糖。吼，糖。两大匙。白砂两大汤匙啊吼，来三大匙啊白砂两大。麦芽一大匙。白个。哦，你少沾点水吼。沾点水哈，别个。哦。真正赞啦！
即卖咧加化作用吼。会吼，会拢袂使伤大。哦，袂使伤大。对，较大哦，伊即卖开始加化作用。哎，好厉害哦！但是即卖这安尼袂使扳死，伊即卖最早你即卖这是挂霜，落去当一层糖。咱即卖啊，互伊产生加化作用，就是讲加化就是讲吼，伫这个蒸水蒸发以后过来。过来，这个加化作用产生咖啡色，也它不咖啡色，就像这种颜色，哦，玫瑰色啊，像玫瑰色啦，哦，你可以再看了，它颜色也上来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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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等一下要熄火了哦，这个就是要强这个火，要强了哦，进来啊，搁一个尔，搁一个尔，一个尔，好，卡进来哦，对，对哦，卡进来，卡进来，来，芝麻被安怎？哦，来翻炒一下，翻芝麻加下嘞，吼！啊，若要加盐水就加盐水，吼！师傅啊！好，来，搁起落来，拨拨开，来，电风甲转落，好。等下你甲这巴斯，你看无？巴斯看。巴斯。哦，伊变安尼，哇，巴斯你看哦，目口皮足油足脆，食落搁会听着口口。好，咱来菜落台湾先。哦。袂伤甜，袂伤咸。老师，好棒哦！真的好棒哦！蛮可以，你准备加对不？你做画麦，好赞的！谢谢我们的阿姨三，谢谢你，谢谢我们美食天地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